佣兵撤撤撤撤撤撤撤！我大老远就看见一个那个佣兵在那修。好像是机械师，娃娃应该放出来了。他不敢滑，弹射。佣兵想赶过来，好远啊！从地图的另外一边赶到这一边，他已经过来了，拦截一下吧。他不用护臂的话，二挂了。他没从这个方向过来，看见了。反向弹护臂，这个时候给厄运有屁用啊！哎呦，一个双突丝没突中，崩了。别追，我就不信你回去。谁来修啊？佣兵还有怀表，和佣兵秀一手反向弹护臂。干嘛？佣兵倒了，哎，又到了躲猫猫时刻了，我还得去找魔术师。哎，刚才是不是耳鸣亮了？
我这根针，秀呀！遇到了，那你不就先秀了？ 这边应该会有个人往四号机那边跑，看那个鸟会不会把它卖了，并没有，还在跑。空姐，空姐一锤，极限。 也瞎了，我怎么把他看成空姐呢？早点挂了，让空姐过来。他娃娃在秀四号机，先不管，我猜空姐在人皇，不在。 小心一下总是好的。空姐补，我猜。 被救了，应该这波就骚扰别人了。 跑哪去了？看见你！这空姐干嘛呢？我在玩蛇，你也玩蛇。 这耳鸣是娃娃，要不要守？算了吧，放了吧，不想守。空姐屁股太铁了。
洞打的还可，还得练练啊！应该到墓地了，直接走吧。 色焰，还有小木屋，小木屋是先知，看看色焰是谁，然后去趟小木屋，还碰了个七，佣兵，他去小木屋。 手速还挺快的，闪现把他带走吧。 佣兵在色焰，哎，怎么这么卡？我没带封窗。 我靠，给他续命了！三台都在修啊！我的妈！
这不着急，拖的时间越久，对我是有利的。 那咋好卡呀？我转个视角，一顿一顿的。 真的卡！门给他开完了，我靠！我以为还差很多，那应该是平了，翻车了。 但在第二次那个佣兵没倒，导致他去修炼机去了。而且好卡呀，转个视角卡。 佣兵，黑妹。 没加速啊，今天不用交，前锋就补了。 佣兵过来救了，这金身还是不能交，交了吧。就只要这一波交金身的话，前锋就会过来；要不交的话，这咒术师又开始溜起来了。
打通刀吧，丢了，这么远，不能去了，有明显。哎，明明都已经穿过他的身体了，都不算打中吗？ 个人 ID 稳定60秒加我，我看医院那边是谁啊？机械师，那里谁啊？被看见了，他进医院了，脚印了，没进吗？不可能啊！ 他应该在三连，等我把枪送过去吧。哇，这开局追个黑妹哦！哇，再开局追个黑妹哦！不交，打算叠三层。戒师双修了，佣兵过来了，在医院。戒师双修，看。
祭司在干嘛呢？祭司没修电机，祭司有问题啊！不着急打他，不然他要打洞了。 娃娃有没有在看？好吧，他在看。那这边要拦一下机械师，我不知道他在哪玩的手机啊。 二楼玩的，他不敢过来，应该还是佣兵救，要么就是黑妹在把佣兵摸满血。哎，我这个巫人好菜啊！他没怀表，让他救。 挂了，挂了，游戏结束了。不过好像修完了，哦，并没有。<笑> 谁救？佣兵不打算救，机械师想。这杰斯是个废人啊，怎么救呀？又弹走了。 冲过来吃刀！磁铁废墟，小木屋也有一个人，送他一个屠大肠，然后就撤。佣兵啊！
丢个眼，老地方，不然让这个人修得太舒服。 这点应该把眼拆了，所以我还要再过去一趟。拆，哎，等会你又要下来。哎呀，这个迷之判定我真的是头大了。 该蓄力刀还是得蓄力刀。你给他鸟，那这个救下来的人怎么办？嗯？你哪来的鸟啊？ 没事，他电机根本修不了，丢个眼而已。 这个人死的好多，走四号机。 不过有先知，知道我去哪儿，走的目的。 蹲着了。
哎，这个石怎么在地底下？有人敢修一号机啊？ 闪现果然不能省，得要省闪现的，省了个瓜皮，没啦，不应该省这个闪现的，手电机去了。 现在一个人都没挂上，还没二级技能，抽丝的话亏，放丝的话也亏。应该放丝抓不到人，现在抓佣兵浪费时间。这么近的吗？啊！我一过来他就往你墓地跑，这个爆点简直了！ 应该有杰克的这一局。陈博斯，因为佣兵有怀表。 连沉思也没有太大机会，挂了。你看这都不点，因为佣兵点了的话就亏。 没有了，先知都跑了，太精了他们，不如杰克。讲真，三先知真的该用杰克去打。哎，既然他们知道开局知道往哪走，那就不能走一些其他的方法，只能直走。 前方一个小木屋去了，看他翻进去没有？翻上加速了。
不敢上。哎呦，亏啊！滑板加速。 电机丢的有点狠。 挂佣兵，我无所谓的，佣兵二挂，这个人很喜欢走位啊。 应该在墓地，他不在墓地的话，啊，不在墓地，那我传小门。
到红毯了吗？没有啊。